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前几天有个朋友让我出一个魔芋啤酒鸭的视频，今天就来教大家做一道啤酒鸭。啤酒鸭肯定是少不了啤酒的啦，所以今天这个鸭子不加水，我们只要用啤酒来炖煮它就可以了。先来把准备好的辅料切好备用，蒜瓣切成小块，生姜也切丁备用，小葱切成葱段，香菜切成小段。来把魔芋切成条状，下锅水开，焯水三分钟捞出备用。这道菜其实魔芋比鸭肉更好吃，喜欢吃的可以。